头顶有问号，代表有委托可以交付给他。按 F 键可以与附近的人物对话。在下百草谷墨者浩苍，咱们这就算认识了。好了，叫我浩苍。此次秦陵盟会重开，只为剑胆石居中所藏三剑之事，但要进剑胆石居，却必须能与秦陵故剑周天相合。取足剑意，到达通往弹幕台的悬崖边，那里有一盏明星剑性灯，你将所得剑意注入其中，便能通过它背后的飞仙桥。头顶有委托标记的物品，是当前委托。按 F 键可以与附近的机关交互。靠近明星剑性灯，和它交互。按 F 键将剑意注入明星剑性灯。按住鼠标右键拖拽鼠标，可以同时调整镜头方向和角色朝向。上次秦陵会盟在剑胆石居内外存放的，都是30年前在秦陵之变中牺牲的弟子佩剑。但愿能对前来接受试炼的弟子们有所警醒。这些虚礼就不必了，既然过了飞仙桥，剑胆石居的入口便已为你洞开。对了，进入之后若见到散逸的剑心，便尝试以自身心神与其交感。靠近剑台和它交，按 F 键与剑台心神感应。靠近并感应剑心碎片，按 F 键感应剑心碎片。主人，主人已逝，我为何在此？何时能醒？秋水是远程技能，不用靠近目标就可以攻击。选中目标后，按 Q 键使用秋水攻击目标。沧江龙吟是特殊技能，在吟唱后可对目标造成较高伤害。你也要看见这些幻象？显化稍后再说，先除去这些秦岭通用的幻象，让我瞧瞧你的身手。无法释放。心性倒也坚韧，你莫
要生气，我这就教你为气调息之法。终于，又有人来到这里。你看，虽然于生者而言，这些都已是30年前的事了。你周天五行与我相合，彼此共鸣之下，那些留存于剑中的回忆，才会以幻想的形式一一浮现。当初进入秦陵的三派弟子，足有数百。最后生还者十不存一，包括三位剑主在内，他们皆丧生于不朽军团的守护者魔龙辽煞之手。这些幻象全等要挟，我乃剑心残片，借些许残存灵力与你相见，并引你到此。你可愿取走我一心碎片，从此以心为剑，继承主人未尽之志？很好，那么去吧，去将我唤醒。取到剑心碎片了吗？你果然与他机缘不浅。此剑虽已残损，但毕竟曾是一把世所罕见的神兵利器，哪怕只有一丁点剑心在你体内，也是一大助力。不错，你且试试屏息凝神，催动丹田。扰人清梦，找我何事？那便是剑心碎片所在了。他曾追随过多位高人，历经无数恶战，若论见闻广博，恐怕可惜毕竟只得一点灵心碎片，只怕灵力和记忆都不太完整。这后生见识倒也不少。罢了，我灵力未复，须得时常休眠。哎，你感觉到外面有什么动静没有？走，跟我出去看看。